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残疾女孩。今天呢，和我的妈妈来这些走一走，看一看。今年呢，我们贵州这边的雨水特别的多。前段时间呢，就是那场雨呢，这些农作物受损的比较大。妈妈辛苦种下去的那些菜，今天去看呢，也全部就是被这场雨给淹得几乎没有了。今天天气晴朗呢，就带妈妈到这些看一看。农村人呢，就是辛辛苦苦种下的农作物，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。妈妈看到那些农作物呢，都被水淹了，心里面呢也是很烦躁。二级重度残疾的我们呢，就是去到哪里都挺不方便的。家从镜头下呢，也看到我和妈妈双脚呢，就是瘫痪无力、变形的，双手呢也是这样，伸不直，没有力。二级重度残疾的我们呢，失去劳动能力。在以前呢，去哪里对于我们来说呢，是一种奢望。那么几十年了，我和妈妈就是活动的范围呢，都是家的附近。但现在呢，还稍微好一点，有了这个电动车嘛。有了电动车之后呢，就是家里就是离家不远的地方呢，我们都能骑着电动车去。